本期讲解一个历史知识科普赛道一键成片项目，无脑操作，轻松月入5000以上的一个项目。科普历史知识是一个热门赛道，无论是抖音视频还是快手，都是相当多的同类视频，不仅热度高，视频完播率也比较良好，更容易被平台识别为优质作品。我们整理了完整的操作原理，一般新手也能顺利入门。本项目制作非常简单，本知识就是用 AI 工具自动产出文案，之后用丸子转视频的软件把文案转成原创视频啊，就可以获取收益了。这是下载之后整套教程，包括这个项目介绍、项目准备、项目实操、变现原理、这个指令和标题和简介都有详细的讲解。如果需要本套课程的话，大家同样打开视频说明区的这个网址，然后搜索标题的关键词，比如说是历史知识科普赛道，就可以直接下载本套教程了。